飞熊视频史上最全游戏视频 APP， 知名主播亲力入驻，看视频抽大奖，追主播百万奖品派送中，各大应用市场均有下载，还不快来抢！这边火枪是买活，这给我打了好长好长，不废话了，一个滚滚空了，这个话一个亿，一中两人开 R 一刀打飞，好的，伤害非常爆炸，好的，哎，这个捆捆得非常好，开启了冰片减速，好的，然后这里牛头一个亿，这个捆捆得非常好，下面一个恢复，我这里话看能不能，哎呀，哇，煞轻飘飘的说了两个字，白牛。白牛心里已经奔腾的吃了一万只草泥马，我的锅椅，我已准备好，你想怎么甩？好吧，兄弟，你说吧，你想怎么甩？好，白牛什么都没说，白牛说这个锅我不接，你看我有蓝莓，看看，这就是路人常态，甩锅与被甩锅，好吧？好，萨尔又踢了中路，扔出了一句，那就铿锵有力的话语让人有。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作为一个中路大哥啊，已经残忍的被辅助给赶走了，那么我都不想，我都准确的说，我不很想理他啊。项目有大把的线，有大把的野怪，不要来抢这个中。然后呢，说我仔细想了一下，算了，还是让给你吧。又强到一点，我服了，意思你，我服了。这三个字包含了许多人性哲理，其中有你。最明显的就是你他妈会不会玩，我服了。好的，刚刚那个面前一大片森林，先用 C 刮开林子， C 飘出去的瞬间，然后丢 TD 两点三点，其实那个 CG 位置好的话，我是可以三连全中，但是他那个位置不好，这个盘子收回来，我的地马上就要好了，差一点点 CG， 我看能不能找个位置踢，就是这个树了，刮到了，哎呀，我刮出去的瞬间被他丢了起来，那个 T 没有伤害，被他给被斧王给挑了出来，你打你打，那么我先打。哎，打一半你来了，来来来，梁柱紫苑 A 空中滚拿，好的，然后看能不能把紫苑伤害打出来，好的，尤其是非常完美，这次操作值得用 perfect 来形容，然后在这里滚打，哎，打晕了我，吹起来放个残影，自信滚走，大家可以看到教科书一样的装逼失败啊，千万不要像我这样，也是为了追求很飘逸啊。对面可能想打盾，我这里滚到，反正眼睛魔装备非常好，想打盾，先飞高台 OP 放个残影，看他们的打盾进度，打根点一下，血了我，一块加血，滚下去，再滚上来，再放个残影，再普攻骚扰，大根要好了。我被三连了，想捅过去 A 盾，哎呀没 A 掉，哎呀，现在沙漠可以战线推，那也是啊，并没有去啊，和我强行补刀，兄弟你今天可能是喝的有点多啊，好，让萨尔补到一个刀算我输，好，挨着的直接一个 R 一个 B， 然后给他一个 D， 好，给自己一个 D，然后这里一下两下一下没行，好的，直接走掉，好的好的，这里可以看到我的小鸡冲过的重重包围居然到达了这个位置，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哎呦，刚刚小鸡我直接按贴到自己身上，也并没有操作让他卡手于你，那是动物机智的找到他一刀把他砍死，这里的话有点伤啊，爆了人头给点死了，这里没办法了，我先把这个人头给收掉，又低了一下自己，直接下普攻点死，然后再开启了这个五二，跑的飞起，我的速度已经突破了天界，我发现五二可以和血魔叠加，你们发现了没有？五二的加速效果可以和血魔的突破上限叠加，
我刚刚跑的飞起，简直像一辆法拉利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里直接背包给自己套个地。好，直接一个地给上，一个粉撒上，一个大招推回来，大根剪刀，大根剪刀这个套子上面直接被秒杀，血魔一秒倒。这波的话，我还有大招，想一下，想大我，先给他套一个大招，给他套个地，普攻开大的瞬间，我开洛萨，他想了一下，还是大了火枪，兄弟，那对不住了，我把你先杀掉了。然后这里看我输出，看我输出，看我输出，先把他收掉。这波我想五杀，哎，输了，哎呦，好脆啊！我给自己套了个地，简直一秒倒。现在25级，25点血晶石，双龙星一吃完一张，5000点血，4900点血。这包丢了过去，我们丢了盘子，丢了两个盘子，捡了卡位，捡他走不动，直接被盘子给刮死。再丢一个盘子拉回来，还是了一下盘子，被猴中了，然后被白牛给推了一下，我这里。开始了刃甲，不过刃甲没用啊，我血量太多了，对我来说这都不叫血啊，一路追上，一个吼把我吼到了，但是我的血量太多了，泉水都打不动我了，那就防止泉水强杀，还有500点血，别看我只有薄薄了一层，还是攒不死。这的话是，呀、yeah? ，